好，接下来看明天各地的详细气温。北部地区基隆是多云短暂雨的情形，台北、桃园、新竹都是多云，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2度。中部地区多云到晴，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6度。南部地区在嘉义是会有雷雨的情形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是多云的天气，最低温24度，最高温30度。东部地区也是下雨的情形，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3度。外岛地区呢，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3度。